说就好。哎，我怎么要开始讲声音？因为刚刚听到一种惨叫声，听到了吗？有听到什么声音？听到了吗？有。这是什么声音？鸟。还有别的东西？蝉。蝉哦，说的吗？对不对？哎，怎么从蝉到哪里冒出蝉来？说的对不对？是吧？哦，蝉叫声，我一开始介绍它，它就会叫。这个蝉啊，你不知道它叫什么蝉吗？有人知道？它叫做金络寒蝉，就叫寒蝉啊、哦。但是其实它的名字叫寒蝉，中文名字叫寒蝉，但是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个金络寒蝉。寒蝉为什么？寒蝉这个，我那天听到这个声音是特别的一个寒蝉。蝉的叫声啊，那个金络寒蝉就是所有的蝉啊，到了秋天冬天都不太会叫，啊，只有它会叫。那为什么叫金络寒蝉？就是因为蝉到了秋天都怎样不敢叫了，不好叫了，都不敢，就是不会叫了，所以人家就用这个名字当做什么？哎，金络寒蝉就是还是怎样保持沉默比较好啊，或者说什么事情尽量不要说，就用了这个名称。但是你要各位要知道，我们现在讲的寒蝉。跟着金络寒蝉的寒蝉并不是相同，金络寒蝉那个寒蝉是指所有的蝉，到了秋天以后，都不太会叫。但是这个蝉，它就在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，到十月份、十一月份才会叫。在过去当然太冷就不会叫了啊。那寒蝉长什么样子而已？有没有人看过蝉啊？有哈、哦。